你怎样？既然你出来是冲啥？起来散步的，阿香呢？在哪？啊？你可以过来吗？既然你起来冲啥？你怎样？叫你这人。我管得了，我管得了。哦，跟你那，你怎样？但那为什么要缓和不？可能还没绿灯。哦，你就是带他出来走走。是是。讲那么多，他没发票。好，谢谢。80岁了。80哦，很棒。